甜心老师，您的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成名店连四拉四，连四天都是涨停板，赚的不过瘾，好开心哦！还有没有新的啦？新的是不是？嗯，当然有啊！还要还要看节目喽。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花。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标股女神刘妍希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好，品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来到了7月5号星期三小周末，看到甜心的标股除了是一档接一档之外，你拥有甜心的股票，你真的没感觉在哪里大盘是low诶，大盘是黑的，你真的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来，狂贺猛贺，我们让您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成名店连四拉四，没有一天落高的，四天四根涨停板，天天亮灯涨停板，还有我们的黄金与金宇呢，波段喷出了80个百分点，以及包括了广运、德胜、安泰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载，有没有让您越赚越多，让您获利满满，幸福满满，家中金库加大加宽再加深，感谢女神。哇，祝大家吼事事顺心。哇，我们的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天再度亮灯涨停板。哇，这个礼拜吼，礼拜一亮灯涨停板，礼拜二亮灯涨停板，今天一样亮灯再涨停。老师，我好喜欢天天开盘哦，就是叮咚的声音叫我，涨停板的声音叫我，我不用像银行等一年才一个百分点，我一天开盘那个百分点就10个百分点喷出，直接超越10年呢、欸！妈呀，我们的一举成名天下知哦，接近45个百分点，就这短短的4天，对，赚你45年的利息可以吗？可以。老师，老师，可是我只有三十岁而已。先把未来先帮你 order 起来了啦，好不好？好。哎、欸，老师上周就预告喽，一举成名天下知。对啊，我不是今天才讲的啊。No， 我上个礼拜的节目侧标都还是一举成名天下知，然后不然就是旗开得胜。我所有的操作，我喜欢事先预告，一定要的啦。所以我说你的节目要认真。当然啦。来哦，成名店来，你要看到的是什么？散热革命，没错，你这个章重点在哪里？散热革命，哇 ，AI 伺服器，对，重点它的大客户有伟创，哎，有微影，有广达，哎呀呀，然后呢，下半年、哇，业绩要喷发哦，天哪，重点也不是只有散热，嘿那充电桩、能源柜，所以你要对产业了解的话，你赚钱有没有很难？好轻松哦！哇，老师，这个散热你真的好会赚，热管理你真的好恐怖哦，好厉害呢！因为去年赚到今年的高利，没错。哦，高利你还嫌赚不够吗？那高利赚不够，我是不是叫你万载？哎，赚来的哦！老师，你的万岁爷吼，对呀，脱开成本获利奔跑，不想理他了。欸、这一波已经超过125个百分点了，我就是要底气这么强。当然，哎呦，万岁爷也赚不够哎、欸，我让你财源广进，财运亨通，继续赚来的。哇，老师，你这个广运吼，我看了你4年，我知道，因为你之前在做太极的时候，是你就在讲广运了。所以你要知道哈，我深耕产业，我股票都被我盯死死的，没错。那你看哦，之前太极、对不对？我做了翻6倍嘛。对，好，那个时候我就在节目上告诉大家，我说哦，太极就是广运的子公司，广运就是太极的妈妈，有的妈妈也很会赚钱。好，不过那一年妈妈没有动太多，结果来现在财源哎广进来啦，老师你的财源广进吼。前面连三拉三就算了，前面那根黑 K 你还叫我报警处理就算了，结果真的从你报警后，后面连三拉三连三涨停板呢，超过125个百分点。
我告诉各位我怎么看的，要不要？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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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管理有没有很好赚？好好赚哦。结果现在老师、哦、你的一举成名又跟热有关。哎呦，广运连三拉三以后开始换到一举成名天下事，连四拉四啊，为什么你乐管理这么会赚？对呀、啊、钱就这样子赚过来又赚过去、欸、我常跟各位讲一句，我说经济活动开始不会一下子反应完毕，这句就是精髓了、哦、这句绝对是精髓。是，那我现在告诉你，现在才7月5号对不对？对呀、啊、才7月5号、欸哦、今天大家领钱要开心哦。老师涨停板我更开心。老师你早就把年底的年终都已经给我了，领钱我已经懒得看了。对呀、啊，哎、欸、哎、欸，在股市当中赚钱，安内加华裔啦。我这里吼，真的是7月5号很开心，对不对？对啊。7月10号营收出来，对不对？嗯。七月中，好、嗯，苏执行长要来，之前是 AI 黄仁勋执行长先来，现在我们的苏妈也要来了。是的。哦，苏妈也是动作很多、哦嗯、，MD 的执行长哦。好，那苏妈要来了，对不对？七月有没有很多大事？有。哦有哦。来，今就天、哦。有没有看到我昨天点你的宝瑞？有。我说老朋友，嗯、对不对？对呀。宝瑞、嗯、老师你去年才买210-280的，是啊，哎，股价是翻六倍耶，会员看我的脸、哦、我是不是都讲了他今年会超过多少钱、嗯、是不是还没到，看我的脸。老师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今天是不是再创波段新高了？老师你的老朋友从去年赚到今年，好恐怖啊、哦！我哎、欸，会不会太猛了、啊？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涨，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月底有那个生技大展啊，哦，然后重点呢、啊？这一次的生技大展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在哪里？我实在不想讲。好啦、欸、送你，送你，来透露一下，宝瑞做什么的、嗯、？CDMO 是这一次的生技大展，嗯，重点就会放在 CDMO 啊，就放在他身上、哦。我已经跟你预告了，好好好好好，我都是事先讲，我说过我操作就是实在做实在讲，有的。哎、欸，你不可以到月那个真的生技喷出去你才追嘛，嗯，当然不、啊、没这个意思 啊， 啊，对不对？我喜欢低档卡位，低档布局，就像来长假，记不记得六月底的长假？嗯，长假前我叫你要一举成名天下知、啊、我叫你要旗开得胜，有的。那你有没有看到旗开得胜？老师你有讲过旗开得胜是你股票涨最慢的，来，对，涨最慢，你没有看错，是就是涨得慢，涨得慢也有40%了，天哪、啊、老师你涨得慢都快50%了耶。对呀、啊，长得慢也快要五成了耶。你会觉得我节目就天天放重播，不要觉得我节目天天放重播不好，这是很好，我真的在帮你，真的就怕你买错股票。老师你的旗开得胜也好恐怖哦，也好飙哦，你不讲我都不知道它跟 AI 有关耶、欸、真的这个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定要知道哦。 AI 一定是商业化，然既然 AI 是商业化，台湾半导体就是要走黄金十年、嗯、那台湾半导体要走黄金十年，就要把所有的伺服器的供应链产业全部拖出来看，嘿哪，这就是我产业下的功夫，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哦、通常上节目，甚至有些不想上节目、哎、嗯，我告诉你我是没空去电视上节目，为什么？因为妍希老师产业的节目一个礼拜最少开三次，真的时间真的不太够了，财经吸引力给你，稀奇古怪给你，然后、公司的公版的也给你，也给老师你的产业真的给好多资料哦，老师真的分身乏术了啦。我重点没有什么，嗯，会员赚钱最重要，当然再次恭喜会员撸碳撸贼啦。有没有发觉我们最近的老朋友新朋友一直赚一直赚啊，你光看吼、嗯、老朋友宝瑞今天创高啦，有哇、啊、老师你的老朋友吼高丽创高以后又换宝瑞创高、啊、没错，这些都是长辈在长辈的哇，新朋友来啊、哦、万岁爷，是的，我们的万载安泰岁，哎、欸啊、安泰岁有没有很漂亮？好好赚啊，漂亮是当当哇，不要，前面都已经超过60%，你都忘记了。 我要这里教一下吼，来、嗯、通常冲过50%60%要给他挣一下，嗯，为什么？整数关卡嘛，对，换句话说在100%前面要挣一下，就像强森在挣的道理是一样的，懂了吗？懂了，懂了，一语道破。金鱼是不是在挣？为什么？哎呦，快要冲100%了啊！是啊，正在来长辈股的路上了耶。你要很有，因为驾驭飙股，对，很多人赚了三根就跑，嗯、没错，我知道啊、嗯。老师，你给我的不是只有三根涨停，是三根涨停再三根，三根涨停再三根，你的是根本就是成为长辈股。问题是你会不会驾驭？
这才是重点。你会驾驭标股没什么，你要会驾驭长辈股，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没错，最近很多我跟很多会员聊天哦，很多大资金的来找我。嗯，我这里要讲一下哈，大资金的真的看的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现在在看的是什么？吼，他现在在看的是年底到底能赚多少？哇哦，明年过年前到底能赚多少？而不是看现在。嗯，就像我讲的，我永远都是讲未来，我不跟你讲，不跟你讲现在。没错，你现在看到盘是震荡，真的进入妍希讲的整理盘。问题，我是台股创高就讲了。要整理，不是现在才讲的，是的，不是现在才讲。可是从台股创高以后，我讲说之后接下来整理盘三到四个月，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盘势的震荡？有啊，嗯，老师，你讲震荡完盘势就真的在这里有没有回五百点？这里有反弹三百点，一看就知道。来，回五百点，反弹三百点，那我问你，是不是就是震荡整理？是的。那整理盘，妍希是不是说你这段时间开始七八九，是你的眼光要放在我身上？当然，你绝对要放在我身上，因为我会帮你聚焦，我会帮你擒贼先擒王，我会帮你抓最好赚的，对不对？而且我会一路一路一路的放重播给你听。没错，有资金的好朋友现在就知道他要赚大的，一定要啊。他不想只赚后广运只赚个十个百分点就走人，自己啊，他好几个跟我自首，老师我自己来自首后广运，我听你的节目，我赚到涨停我就走了，哦，没想到会员，我还是觉得后花一点点小钱，哎，跟在甜心身边是最安全的，对，重点我还要想要贴着妍希，最好老师叫我买一百张两百张，真的，哎，你要在老师身边，你才能够赚得多，才能够赚得快，所以我这里后还是要告诉大家，你现在的眼光要看你年底的电子旺季，没错，投票行情，你到底想赚多少？没错，现在就要准备了，是的，一定要的，哦，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后越赚越多的好朋友，黑娜轻松跟上。来，亲爱的老朋友，来，现在才七月五号的时间哦，年才刚过这么一半，多一点点，多五天，好不好？才多五天而已。甜心已经给大家满满的获利，让你赚到盆满钵满。如果说上半年都赚不过，你想赚更多的，想要越赚越多，而且想要飙股一档接一档的好朋友们，你的眼光、你的思维一定要跟有钱人一摸摸一样样，好不好？重点是你要改变以往的操作方式，哈，改变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改变是迈向有钱人的第一步，好，如何让自己变得有钱再有钱呢？赶快跟紧甜心的脚步，跟越紧赚越多，跟越紧让你赚越快，务必跟紧脚步，广喜留给大家打电话喽。欢迎您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节目一定要每天收听，而且每天收听之外还要一天听三遍，因为里面有你想要赚的口口在里面，甜心点石成金，昨天才说宝瑞，今天宝瑞就创高了，我的老天儿啊，是不是点石成金？想要在股市当中越赚越多，想要股市当中飙股一档接一档的好朋友们，赶快跟紧甜心的脚步啦！来来来，我说过我的认真，你看我的动作就好。哦，上半场来不及讲，嘿，来不及，来，你现在是不是看到我的成名店？对呀，啊，好猛好飙哦！哎，四天四涨停呢，德胜，哦，飙出去，飙出去，金宇。喷出去，喷出去！广运、万载、安泰克、荣华富贵，通通都是喷的，乌啦，对不对？而且我都是低档卡位。是的，那我现在跟你预告，来，很多人说老师，我还要，我还要，我还要赚，不够，不够，不够，永远都不嫌多。这个时候来找我就好了，我很喜欢。来，我先跟你预告，这叫德才兼备这档股票。德才兼备，会员通通都知道了。好，我们来讲产业。呵呵，我说过了后，军工记不记得我军工很会赚，很会赚啊。德才兼备，它有军工，它有航太哦。是，那记不记得我半导体也很会赚？你看创意一直涨嘛，对呀，一直飙啊，就半导体类的啊，对不对？啊，我半导体这么好赚的话，来，德才兼备有没有半导体？有，哎呦，那绿能 ESG 是不是趋势？是啊，那德才兼备也有 ESG 永续绿能的趋势。换句话说，哎呦，万一有绿能这个题材出来，他就赚；是半导体题材出来，他就赚。哇，航太出来，他赚更多。哇，老师，我记得你的 JPP 有够会赚，你 JPP 去年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年是不是飙出去？有的被翻。好 ，JPP 赚不够，嘿，雷虎赚来的，吼吼吼，就好坦雷娜老师，你两档军工都是翻成长辈股，没错。好啊，你既然知道了嘛，对不对？有、这个有没有题材？当然有哇、而且航太这个题材还延伸，哇、好，因为民航也是赚。是，来，我告诉你，德才兼备，嘿、hey ，这家公司厉害了，这三把刀都可以赚。以外呢，哇、wow、你要仔细去看它的毛利率，好，这三年好拼哦，毛利率直接用翻倍再翻倍的，天哪，用翻，我在讲毛利率哦，是翻倍再翻倍哦。对啊，天哎、欸，毛利率是你要看得出公司在转型，你要看得出公司毛起来讲抢钱的那样子，从财报的蛛丝马迹就要看出来，就要像我这样企图心。好来，对，多少哎、欸，毛利率翻倍再翻倍，翻倍再翻倍，我讲了后，重点它是这一个类别的产业、这个产业类别里面毛利率最高的公司。好了，就这样，德才兼备，就帮大家点到这里。深耕产业啦，才能赚得长长久久，才能赚得比别人多、啊、深耕产业才可以像妍希这样飙股，一档接一档给大家，天天都有的赚的感觉，好不好？当然好啊。所以我一直强调，最近很多大资金的来、而且他还跟我说，会跟那个我们那个助理说，哦，我不要那个便宜的，我要直接到妍希旁边了，我要可以跟妍希讲到话的，这样才是内行。其实妍希很爱讲话，就爱开杠欸，对不对？因为我在老那个妍希身边，他才可以告诉我直接买100张买200张、直接帮我资金规划，直接帮我投资组合规划，我也不想要这么多档。老在老师身边，你真的是买安心抱的放心，赚的会更开心。老师立即顾尾我都听你耶，有吗？其实我这里吼要告诉大家，因为你看到我的认真，你看到我的努力，你也看到了今年才过半年，我的长辈股已经14档，十四档这是长辈股哦，而且所有这些的操作我节目事先预告、有的你就要去思考宝瑞创意、有没有高利，这从去年十月台股落底，我就一路一路叫你做多欸，嘿呀，从去年赚到了今年、然后过年谁像我这样、我叫你报警处理、买好买满联宇真 JPP， 我就是叫你报警处理，一张不能卖，去公妈听跟公妈讲话、就是哇、没有悬念哦，没有悬念、很多人说卖卖卖赶快卖，不要过年一堆人清仓，清仓一堆。我叫你爆股过年，满好满满啊！我怕你过完年用追的，哎呦，好家在我听妍希的，因为连雨过年完连五天喷五天，是啊，年后才能够赚饱赚满啊！就是因为你跟妍希一样深耕产业，没错，你过年即便放在那边，你也不会担心，不会害怕，完全不会。你在妍希身边，你就会变成知识是你的力量。是，当知识变成你的力量的时候，我只要讲报警。对，我常常回会员的报警，他就报，不会再第二句话了。老师的这个回话的内容非常的简短，就是清楚明白，报警，对，哦、续报，对，报等等，不卖，报加码，我要你赚大的。如果你想要小打小闹，听节目就好了啦，节目随便听随便赚，对啦、哦、当然，想要赚大的，想要赚多的，想要赚快的，一定要跟紧甜心的脚步，跟越紧赚越多，早早跟上，有没有让你赚到发疯？年底想要大赚特赚的，年底想要赚赢上半年度的、哦、我们上半年度14只的长辈股咯，想要越赚越多，赶快跟紧甜心的脚步咯。广喜又给大家打电话了，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越赚越多喽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